当两架被劫持的飞机分别冲撞位于纽约世贸中心双塔的两栋大楼，造成了将近3000人的罹难。911事件不仅成为美国，也成为向往和平的人民心中永远难以抚平的伤痛。2001年9月，由洪道子博士带领的太极门亲善文化访问团受邀参加美国纽约举办的第54届联合国 NGO DPI 年会时，却遇上了史上惊心动魄的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当时纽约一片混乱，国际航空也大乱，全球笼罩在恐怖攻击的阴影之下。拥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意义的夏威夷珍珠港被预测为下一个可能遭到攻击的目标。当听到这些令人感到惊慌的消息，如果当时你人正好在纽约，你会怎么做呢？当时所有的人都只想逃离美国，但是呢，太极门师徒却信守习武者重承诺的精神，秉持着修行人慈悲与勇敢，不畏惧恐怖攻击，排除万难也要依约前往夏威夷。每年九月，夏威夷都会迎来当地最重要的节日盛典阿罗哈节。这个盛典缘起自1946年，正式命名为阿罗哈节则是从1991年开始。2001年九月，太极门亲善文化访问团原本430人的大阵仗要前往夏威夷参加该年度的阿罗哈节大游行，没想到却碰上了911攻击事件。911事件发生后，洪博士和亲访团秉持着习武之人受众承诺的精神，排除万难应邀前往夏威夷。我们那时候心里是蛮惶恐的，因为为什么啊？从各媒体或是从其他的资讯进来的所听到的都是机场关闭的，到底飞机班次取消了，到底能不能来，一直都没有办法确定。那因为这一次的整个游行，等于是他们美国三大花车游行之一，他们大会很期盼，直到最后他们才决定取消。那第二个就是那边所有的当地的居民也很希望我们能够有这么多的乡亲能够把这个最好的呈现给他们，包括檀香山市长何理事市长，他也很期望我们带着金钟能够到那边去敲响和平钟，带给他们这一份的一个安心跟福气。当时911事件发生之后，整个纽约还有曼哈顿是非常的混乱，因为当时气氛相当的紧张，其实现场整个纽约的政报部队都出来了，好，那所有的机场全部都关闭，好，因为那时候变成说恐怖分子下一步会做什么动作完全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那时候整个行程也被卡住了，因为我们本来预计是13号要从纽约飞到夏威夷，但是后来机场关闭的原因，所以我们整个机会全部都被取消掉了，所以从9月11号开始机场关闭，然后一直到9月14号机场又重新开放，所以那时候我们感觉非常的高兴，但是很高兴的不是说我们可以离开纽约或是离开美国，而是说我们可以继续我们下一站的行程，去完成我们要做的一个任务跟使命。因为剧院本身哈7点开始嘛，我们5点多到了那个剧院，然后进去之后，因为所有的这个道具包括龙骨、金锣全部定位好了。那定位好了之后，开始做一些试音的动作，然后等到我们全部都就定位的时候，来宾要进场，然后我们就赶快好、跟其他使用者结合。那说实在，这个去到那边之后，因为我们在美国的东方做了一个祈福大礼，那飞到西方这一边，我们也同样的把祈福大礼加下去，让它做一个贯穿，把这个整个祥和机场让它好布满整个美国地区。那天呢，原来我们整个文化展演里面有一部分是要歌唱的，那我们原来是非常圆满的，都有师兄师姐到场帮我们伴奏，可是因为台湾这边没有成型，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人伴奏，那我们师兄师姐在互相看了之后觉得说照样够，因为我们要传递的是那个好心好念，我们一定会做得很好，所以呢那天我们就清唱，清唱好几首曲子，透过清唱，我觉得这个部分我的感受就很深了。过往都有人伴唱，
这次是没有人伴唱，可是我们依然能够信心十足的把它演唱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练的是正气哈，所以我们在传递我们的心念的时候，我们是心很安静，我们能够很确实的、很真诚的把我们的真情真意带给我们的贵宾。所以呢，我们在那天晚上，我们自己唱得很高兴，那我们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在场的贵宾们呢，跟我们一样都很欢喜。那天哦，大概有差不多将近1000多个人啊，来到我们的那个剧院，那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剧院。那我想从他们离开的时候哦，他们的脸上的表情，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已经收到了非常的一个肯定啊，尤其他们享受了这一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飨宴。那其中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哦，就是有一对夫妇是华夏电视公司的总经理，本来他们是坐在前排，在观赏这整个的一个节目，后来我发现他们就往后面移动，坐到后面的一个排座的，那我刚好站在旁边，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两个都坐到后面来呢？他们就跟我讲说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他眼睛是热泪盈眶，他们很感动，他说不好意思啊。的钟声带来祥和与安定的祝福，世界上亿万森林皆是所值，我们以沉痛的心向9月11日的罹难者哀悼。世界的团结合作是立即性与必要性，以发自内心真诚的关爱化解世人的忧伤，让光明再度点燃生命的希望。世界慈爱和平总会会长太极门掌门人宣告于西元2001年9月16日。This proclamation is presented by the mayor of the city, County Honolulu, to Dr. Hong, because he's done such outstanding work as a leader who imparts the philosophy of yin and yang.And advocates in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spiritual, and mental health. This cultural goodwill group, organized by Dr. Hong, is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technology, exchange of techniques, and result in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ountries and cultures. So Mayor Harris welcomes Dr. Hong, and he declares September 16th, today, as Dr. Hong Day. We congratulate you.我觉得您这次来到美国来实在是很伟大，特别是遇到这个911这个很残酷的一个对于这个纽约的人还有这个华盛顿的事，而你们能够及时的在做一种这个祈祷啦、祝福的这种情况，所以我看到很多师兄师姐他出场的次数都是4次5次，可是那个真心还是抖擞，很自然的表现。我想你们从这个观众的掌声中就可以得到一种喜悦，因为真的是表演得太好了。气功武术修行派，重承诺，守诚信。911事件转眼20年，太极门师徒当年重诺前往檀香山，在不平静的时刻以祈福仪典抚慰人心，430人游行阵仗变成36人剧院演出，在檀香山缔造一场难能可贵的历史记录。当大家都争相离开美国时，太极门师徒却信守承诺，如期赴约，令当时的檀香山市长非常的感动，不仅颁发檀香山荣誉市民给洪道子博士，还将2001年9月16日这天定为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暨洪道子博士日。911事件虽然已经过了21年，但今年呢又爆发了震惊全球的乌俄战争。原来战争真的离我们很近，一念之善，一念之恶，我们每个人的好念、坏念都会影响到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灵。文化交流很容易跨越种族与国界，
快乐的交流让彼此都能够充满正面的能量。太极门亲善文化访问团走遍世界五大洲、101个国家、超过3000场以上的公益文化展演，用文化交流的方式，希望将爱与和平的良心理念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与乌克兰开战，透过网络媒体，战争就在全世界的人们眼中发生。根据报道，难民已经超过400万，儿童难民超过150万，光波兰就涌入了143万难民。没想到战争就在我们眼前发生。最近乌俄战争震撼全球，让我想到2019年3月底，我跟着我的师父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和世界之爱和平亲善文化访问团到乌克兰，拜会了教育科学部、利维夫市政厅，还有纪念车诺比核灾的车诺比博物馆，和接待的官员分享爱与和平的理念，也邀请他们联署和响应良心时代运动宣言。虽然可能语言不通，但在文化展演和短暂的交流过程中，我们还是透过眼神的交汇和真诚的微笑，把爱与和平的正面能量传递给遇见的每个人。而今这份和平不在，人民在空袭警报与炮火轰炸里醒来，战争从来没有赢家，人民更是最无辜的受害者。和平的日子在一夕之间被打破，乌克兰人民在空袭警报和炮火轰炸声中惊醒，想到我曾经见过的每一张脸，就忍不住觉得心痛。原来战争真的离我们很近，也让我体认到和平的重要性。想起2019年8月前往俄罗斯参与 GONG3000 全球网络创办人 Nina 和他的团队举办在伊尔库茨克和贝加尔湖的爱与和平船之旅的活动。过海关之后，我们一出来就看到带着微笑的 Nina，然后他就逐一的拥抱我们，然后和每一个团员这样子。那当下拥抱的时候，其实让我感受到的，那不是只是礼仪，而是很温暖的爱。另外就是在这几天的行程中，我们做最多的事情其实不是吃饭，而是唱歌和拥抱。吃饭前唱歌，吃饭后唱歌，吃饭前拥抱，吃饭后拥抱。那做任何事情，大家结束之后，或是开始之前，或是过程中，大家都彼此的唱歌，然后拥抱。虽然说语言不通，可是就算我们听不懂歌词，可是我们也可以从中去收到满满的祝福。我不禁在想，草原上认识的那些朋友，还有在整个活动中，在伊尔库茨克、在贝加尔湖认识的那些朋友，也许他们也不懂为什么要战争吧。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最难过的还是两国等不到孩子回家的妈妈和亲属。当两国之间从2014年陆续的擦出火花，人民就被迫时时活在紧绷状态之中。乌克兰的邻国波兰是中欧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都华沙有85%以上的建筑物被摧毁。那记得我们到波兰的时候，
有很多人拿他们之前的照片给我们看，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来推动爱与和平。他们给我们看他们之前的整个城市建筑的美丽样貌，跟在战争中同样的角度、同样的拍摄，看到整个建筑被摧毁、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的景象。那他们如今仍在努力不断的重建当中，不管是皇宫、不管是教堂、不管是旧城区，他们一点一滴的重建。战争一颗炸弹可以瞬间将一个几百年的历史建筑夷为平地，但是重建却需要花他们一辈子的时间才能完成。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但是对于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爱与和平，他们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觉得和平是非常珍贵、非常重要，是大家要一起来完成的。战争不仅摧毁了人们的生活和家园，对自然环境也造成了破坏。面对纷乱的世界，我们能做些什么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呢？近日看到乌俄战争的消息后很难过，好几天心情都很沮丧，想起2019年4月跟着世界之爱亲善文化访问团首度拜访乌克兰，特别参观乌克兰北部基辅州城市的车诺比博物馆。核电厂爆发至今届满36年，根据研究，至少20000年内当地都不适宜人类居住。亲访团除了参观历史上的惨痛教训，也进行了一场爱与和平的文化交流。当天有来自基辅13个学校7年级生，共155名学生来参观。我身为 4PAL 成员，当天穿着天使服装，特别向学生们介绍亲访团在全球宣扬爱与和平的理念，并当场以歌声和舞蹈与学生们交流，大家开心地一起大合跳。文化交流很容易跨越种族与国界，快乐的交流让彼此都充满正向能量。2019年在乌克兰相遇的部长、馆长、秘书、155位学生，不知道现在是否安好。核灾的后遗症是让活着的人时时焦虑，经历战争活下来的人恐惧焦虑又何尝不是羁绊一生。法比安曾在2007年与 4PAL 成员一起到俄罗斯参加俄罗斯友人 Nina Goncharova 所举办的活动。我内心明白为什么这20多年来洪道子博士带着 4PAL 及太极门弟子在世界各地宣扬爱、和平与良心，是希望为人类争取时间，弥补过失并忏悔。相信真心的忏悔，把握仅有的时间集体行善，用爱来化解仇恨，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尤其是看到我们俄罗斯的朋友 Lina 在2007年与 4PAL 结识之后就更加积极努力，她很喜欢跟 4PAL 合作，更是我们 IC Day 就是国际良心日线上活动的常客。我相信她也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努力为这个世界的爱与和平尽自己的一份心力。没有开始就不会有成功，只要我们开始，世界就会改变。洪博士亲自带着弟子与 4PAL 成员一步一脚印走过全球101个国家，真实的去做是最有效的方式，将爱与和平带到世界各地。2017年10月，亲访团前往捷克，拜访了一位80多岁的 Bedrich Morden 教授。他是捷克共和国的第一任环境部长，也是环境科学的教授。Morden 教授觉得非常认同爱与和平对世界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洪博士邀请他跟 4PAL 一起做，他就说自己没有办法了，年纪大了。于是洪博士就拿出了一支笔送给他，跟他说，你当过环境部长，很有经验，你可以用这支笔写很多的文章，你可以影响上百万的人。
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不仅是肉眼所见的伤亡与断垣残壁，更对人心与大自然留下难以计数的伤害。新冠疫情方兴未艾，人类却早已忘了病毒所教育人类要团结互助的教训而相残伤害。但愿以智慧化解干戈，战争早日结束，和平到来，以爱抚平伤痛，以爱消弭仇恨，生者安心，死者安息。 Love and Peace。 累积越多的善心好念，将成为引动社会良善循环的契机，更可以维护世人与地球的平安永续。现今天灾不断，世界冲突四起，人心失衡，社会动荡，万物生存都遭受到了莫大的挑战与威胁。每个人的善心好念都是发送良心最好的推进器。今年10月16日，太极门将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举办良心领航点亮希望爱与和平全球祈福大会，邀请各界好友一起为台湾与世界祝祷，祝福大地祥和，万物繁荣，世界永续，天下太平。我们也在和平祝祷的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我们下次见。混乱的时代需要我们每个人良心觉醒，需要我们每个人成为各自岗位的良心英雄。即使世局动荡，我们依然坚持爱与和平的信念，即使人心不安，我们依然坚持听从良心的指引与呼唤。面对2022动荡不安的一年，需要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前行。让我们在这惊涛骇浪的世局中，凝聚祈愿心力，一起点亮希望。良心领航，点亮希望。
决心，团结所有的善念。